在音乐辽阔的世界里，每一个跳跃的音符都牵系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，抒发着某种情绪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是否还记得那个被遗弃的我？安妮，我知道你从没忘记过对我的承诺，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，坦诚面对彼此。想重现小夜曲，光是靠你跟我是办不到的。无论许晴儿犯了什么样的错，我永远都不会记仇的。终于有机会可以和总监切磋了。当他离开你的那一刻，你对他的爱已经变成了恨。这份礼物有故事，想听吗？